什么声音？不知外面发生何事，且出门一探。此处从无外人，这些黑衣人是如何闯入的？你们受何人指使，竟敢擅闯侠客岛？无需废话，直接干掉。岛上来了外人，须得尽快去告诉师兄。主人有命，格杀勿论。我已将其重伤，速速你们休想。不错，还能活着到这里。到底哥，你们可打过瘾了。
跳，你总算舍得将你的小师弟带。叶大哥，晚辈拜见两位。好了好了，不打了。不错，傅大侠，你年纪轻轻，我这儿有本晚辈定。叶大哥就别调了。行，此处曲径通幽，却不知是通往何处。我带你去见一位故人。故人，那一定又是一位十分厉害的大侠吧？嗯，故人一去多年，我已许久未同人谈起他了。临走之前，我想和你一起见见他。天，这是昔日江湖蔷薇剑，我知道。师兄，我们不让，我不怕凶险。师兄，叶南飞也是你的好友吗？是的。师兄放心，我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我的路。少侠，一路风尘，来喝口茶吧。这位师兄认得我吗？江南的风景还是在高处看更为壮美，少侠来此处与我共赏如何？那人是……算了，还是先去前面找他聊聊吧。这位是……极目远眺，经脉中似有细流涌动。乖，蓝师兄。蓝师兄大概已经走了。只能自己去找那个酒楼和赵姑娘了。前面有个神刀门的小师妹，过去问问。这位师妹
我当然从这里出去。哦，行，好吧。